来，跟我出去。嗱，即刻呢首歌唔要啊！好，而家系星期五三十一号1:30。耶！耶！出发。夹死我呢！我哋有冇咁心急啊？发毛啊！发毛啊！你有冇喺个身上面将嗰啲 spider 嗰啲蜘蛛网抹走啊？你都校咗闹钟啊，女？系啊，我琴晚校咗。OK，let's、okay, go， 出发！爸爸，系 ，hello。Let's go。好耐出嚟。Let's go。出发！咁先睇车先嘅，第二站系咩啊？Honda， 咁我哋 all the way 一路落咧，我哋嗰个 end point 咧就系个 Coolum Centre， 就系一个大嘅 mall。然后我哋今晚嘅 dinner 系韩国烧，哇！韩国烧，我已经 make 咗个 reservation 啦。我哋今晚系7:15 dinner time。冇车啊！我系咪出得嘅咧？佢红灯喎。嚟，今日出去。老公，你有很大的想法是什么？我體會剛才打燈他立刻讓，是的，香港人不是用打燈讓立刻標籤。我們到了 Toyota， 我萬事得都有得看，耶 Toyota 的戰車寫著前面有得 Prover 是不是 Open Road 有得進去的，應該耶、yeah. ！OK， 我哋征求过佢嘅同意咧，我哋而家咧就可以去 check out 呢啲车啦，同埋咧系可以拍埋片嘅，点都问一下啦。咁而家我哋喺 Toyota 嚟嘅 showroom 嗰度，呢个咩车啊？啊！我控制唔到添，控制唔到，个 Highlander 系啊，炸嘅。开唔到嘅，佢开唔到噶。哦，揿呢度。嗯，好窄，前面好窄。哦，呢个系白人车啊？系啊。好细啊，白人车。你揿一下佢就自己闩噶啦。右眼花，好窄咯。哦，睇呢啲幼稚几可爱。我中意高身车啊，老公。呢、這个就系高身，但系个内拢窄咯，因为佢后面收咗个尾咧，所以后面嗰排你曲脚嘅要。啱啱咧就喺Honda 嗰度就試咗嗰架車啦，又未試嘅睇咗，咁亦都咧 check 咗咧阿老公同阿 sales 咧就我哋同佢 check 咗我哋點樣去買呢架車啦咁樣，咁但係咧我亦都問咗車嘅保險，咁啊但係因為而家呢刻咧我未攞到 BC license， 咁呢個好重要，咁、那個保險咧就係超貴嘅，三倍。兩倍啊，200-600咯。係啊，如果大概啦，即係係啊 ，around 如果係有 BC license 嘅咧，咁就$200到一個月啦，保險。咁如果係冇咧，咁就大概$600到一個月保險。咁所以咧就真係而家就等我搞掂，我哋就會進行買車嘅行動。咁但係今日咧就先嚟睇，同埋先嚟了解究竟我哋點樣去買法咧，即係個 payment 係點樣啦。咁我哋而家好清晰。而家就 next station， what is our next station？ 我哋中意嗰个楼盘出面周围哦，呢边有 TNT 中国人超级市场，好齐全啊！嗰边就系 Walmart。咁我哋前几日嗰十几日嘅 quarantine 咧，就系、是、
online 呢兩間買翻嚟噶啦啲嘢。喺度攞噶咋，係咪噶 ？Thank you。Thank you。Let's go。我哋睇下大統華山幾點先，然後就最尾一站先過嚟。Yeah, here we go。我而家喺 Starbucks 嗰度等緊。咦？阿妹入嚟揾我啦。佢哋咧而家咧暫時都係唔可以，即係冇得糖食啦。咁全部都係有要企翻我個位先。妹同我企，係嘛？咁然後就等緊我哋嘅外賣。Okay, let's go。妹妹行得。又看背背眼都忘了。是不是哥哥叫了東西吃了？叫了。OK， 好，那我們進去吧。我們小都估不到我們第一餐果然是Taco Bell。呢度咧一個大餐一個普通餐係嘛？就係包埋税就$20.66。嗱呢邊有 Walmart， 係好多林林沈沈嘅賣 ，and then H&M。誒，我要入去呢度啊！唔好意思啊，我遲啲要嚟呢度買眼線啊。係啊。然後 Uniqlo 之後我們要最遠看不到喎，嗰點黃色我們 Best Buy。 其實溫哥華真的做得很好的，他們 social distance 不影響的，大家呢都很乖地站一個距離去等入去行的。咦，我老公在這裡等入去啊，等入去行街。不知道多少人入去哦。OK， 我們來到 Best Buy， 入去看看一些小家電啊，各樣電器先，都是要有距離地排隊的。是不是分頭行事啊？我們看電視，跟住睇吸塵機。OK， 哇，你看這個多少寸啊，老公？85寸。哪裡寫啊？85寸。Oh my god！ 你站到？这个更夸张，这个几多啊？85都是。我不懂得选呢。55 4K 58。这个有700多而已。这个 save 了。你还要加 12%、再乘回6就是港纸了。你那个黄色牌是做什么？阿哥你的密码是什么？55寸58寸嘛。哦。都是咁薄啫，好搞笑，眼花缭乱啊吓！哇！咦，又是你啊，张太？呢个系我的厨房啊，欢迎嚟到妈妈系的 kitchen。喂，呢、這个嘢过镜。正啊，呢、這个你谂下呢一个抽油烟机咧。好，我行翻过你嗰边先。真的 grill 真的我想会冇味咯，我想 heavy duty， 好正啊！好几大啊？好。阿Mr. Zhang 喺度影紧 Mr. Dyson 嘅 product，Mr. Dyson 叫唔得？嗰边就最新 model 咯 ，V11。系啊。咁呢边就十啊七，咁呢啲咧就系呢啲全部 wireless 嘅。咁啊，呢個就係要插電咯。不過佢就冇一支長伸長 extension 可以，譬如話吸啲 ceiling 啊，影曬啲相同埋價錢咧，翻去就可以做比較。這個啊，張太唔喜歡。唔喜歡，因為佢好笨重啊。係咯，經過我哋住咗兩個禮拜咧，拖住啲有線嘅嘢喺屋企做嘢係好唔方便。所以
所以盡量都是無線好。不過無線我們就要取捨咯，買了個無線方便，但是呢它的吸力和時間呢就會相應呢，相應這些呢就會少一點。看了消費者委員會的報告，是啊，很多報告。這個就最 traditional， 拖住條管那些。好、next item。Pinter 是不是必須呢？我們我覺得是要的，平平地都要買個多元手的。Scanner 加 Scanner，他們做功課其實都要的，應該不知道啊，但就貴一點咯，即是100元，不過不能經常這樣想，是啊，不能這樣想。見到啊，見不到。這些就是叫這個就是 Nano Leaf 的牌子，就是有一片片的，見到有一片片的，就是黏在牆上那裡，可能咁樣超級唔長，跟住可以校用 Adobe App 校燈、校嗰個 mood， 跟住啲店咧就全部轉曬咁樣。即係啲好似瓷磚嘅嘢，不過係有 function。呢個女話要帶我哋睇啲嘢，哥哥妹妹帶我哋睇嘢。咩咧？妹妹你企直啊，妹妹你企直啲。哇，你睇到你中意嘅嘢，原来我喺网上睇，唔知点解呢个贵啲，但系佢一样，原来呢个平，睇呢度唔知点解平啲。但系呢个系一个好贵嘅音响嚟啦。Nice。你继续喺度摸啦，但系摸完要捽手手啊，即刻。你帮佢清洁都冇用噶，唔好。我走了哈，捽手啊要，你有冇嘢捽啊？呢度呢度呢度，一定要啊 ！OK， go。哇，呢个靓喎！呢个你哋咪细个成日都唱佢啲歌嘅咯 ，Bob Marley，Don't worry。你唔記得咗啊？哥哥仲記唔記得？哥哥，哥哥，你過嚟，你哋兩個過嚟，你兩個過嚟，你唔好提佢啊嚇！哥哥，你記唔記得呢個人啊？邊個啊 ？Bob Marley。Don't worry about the thing。搞錯啊！你哋兩個細細個 ，Gonna be alright。兒歌嚟噶？唔係啊，係好reggae， 好出名嘅。呢個而家買我哋。呢個好靚啊！呢個係好北歐風㗎。老公，呢個好靚喎！呢個喇叭。嗱，即刻呢首歌。係啊，佢出咗。好靚喎！你睇呢個，誒攞唔到喎，好有型喎呢個 portable 喇叭，99元，攞出去去個湖邊度，好靚，有埋佢個名嘅。大家識唔識得博媽？我哋咧兩個細路咧細個，我哋喺車度成日都聽。這個都漂亮，是他那些，這裡有他的色啊，水蟲，有他的色啊，老公，嗯，很漂亮。 OK， Don't worry about a thing。This morning, smile with some
家已經是夜晚七點啦。唔係呢架 ，sorry。我哋而家咧，我哋 book 咗七點十五分去食 Korean barbecue。